伯人吼，千万唔通剩一支嘴啦。做爱是配伯，让你不当快枪侠。男人最爱听到“老公我想要”，最怕听到“老公我还要”。怎么好好满足另一半，拒当快枪侠？来来来，专家教你怎么做。首先，动心忍性，感觉快要射出来的时候，赶快刹车。重复几次之后，就可以延长射精的时间咯。第二个配布，坚韧保险套，戴上比较坚韧、比较厚的保险套，一来安全，二来减少刺激啊。除此之外，你还可以深呼吸。没错，深呼吸不论在任何时刻都有助于舒缓情绪啦。最后，你还能够转移注意力，这么做能够延长时间，让两个人都能够一起登峰造极了。国际中心关心您的幸福报道。